那就常常只有两条路嘛，两条交叉路让你选。哎，你今天走 A 路线、B 路线，你就会塞到车，你会想到 B 路线比较好走。你走 B 路线，你会想到 A 路线比较好走。对，那我有曾经就想过一次，要不然我就叫我同事啊，两条路线一起走。哎，在一起走，两个人的方式什么都不一样。我遇到的状况也不一样，哎，你怎么去判断说 A 是好的，B 还是好的呢？但是这个点想通了之后，我大概已经大约27岁，但是人生永远它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永远是这样子。就算你面前有10条路，你也不可能都把它走过。虚拟人生，真实的人生没法做到那么有张力，只要买一个虚拟人生来玩。一开始是学动画，对对对，学动画，你学的话，你是可以自己去完成一部小型的动画，你包括灯光、摄影，然后一些道具、建模，甚至动作，剧本什么，你自己来是可以完成，是你可以了解它的流程是怎样，然后再来接触到电影这一块，那其实它是同工异曲之妙，那就是有兴趣嘛，就蛮喜欢的了。我喜欢起重机呀，到现在还是吗？对呀，对呀，就偶尔会去过过瘾这样。哎呀，不是说每天都在骑。我们去会师，去花莲会师。那我们有很多数据嘛，你像那个重机那个时候开放到现在死了大约200个，那200个里面，他的年龄层25岁到35岁，其实都是精英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每个人的观念都错误。所以鹏鹏问我想拍什么电影，我一直想说重机，你这个东西它拍出来可以给年轻人一个好的观念。我们不要飙车，不要飙车，不要学 GP，因为每个人都看 GP，过弯就已经要膝盖磨地，这样啊就凹啊凹啊凹啊，结果凹的都是欧巴欧巴，一直欧，都凹塞凹塞，都一直出去一直出去的，哎呀，那种速度，然后那种重量。那个不是你可以去想象，而且那个瞬间1秒钟。这是我希望他可以一直很快乐度过人生就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这样，就是外表跟内心就是差很多。因为我刚看到他，我就觉得这个人笑笑就对。干嘛要搬石啊，要帮蔡妈妈弄花园。那你干嘛要搬石头？人家在搬，我就跟着搬啦。好的，剪刀手。如果想说是丢地板，没有。来啊！好，谢谢。我们先走了。等一下见哈，马上来。为什么要帮蔡妈妈？就想啊，就想，就做。蔡妈妈说她买了一块地啊，有果园，叫我去那边看看，看看哇，不要做园丁的。园丁哪有什么关系的，连工人都做了，对不对？园丁算什么？我是比较喜欢做那个禽兽啦，畜生的。你现在没女人？没关系啊，你有十兄弟。还有十兄弟，看到长姐都是姐。改天送你去饺子，这样就好用多了。粗一点比较好，比较时间比较快。不要录到我。因为你的声音，人家你他是阿北啦，又录到他没关系啦，大家知道就好了。只剩下爱，我一直不愿再去猜，感情像黑键之间，永远都。
价值空白缺了一块，就不精彩。天天想你的心如何 say 你比我清楚，还要我说明白？爱太深。补妆，补妆，补妆，补妆。腮红要吗？那腮是啊，腮红。我有啦，这个吼你吼常常咧熬夜，你也足多啦，熬夜身体会爱破啦，这个够气血啦，够气血，够气，是啊，你话无其他个气血，我冲冲。哦，你做工啊，你熬夜，已经下体拢衰啊。我咧熬，你是咧想啥物啊？哦，熬死了你啦哦。你那少年人一定想咧。无啦。你猜我爸就知啊，少年时十八当人兴趣煞。他一旦跟人家谈感情的时候，他不是像现在男生就是欧北高，或者是不认真，对。但是可能男生有很多考量，我觉得男生的角度就是，我可不可以给这个女孩子？因为你遇到的每一个对象，每一个家庭背景，毕竟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有很多事情他也要觉得他能不能承担啊？对啊，那。可能他也会觉得说，如果我娶了这个女孩子，她的家庭背景，或是我没有办法给她幸福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在很短的时间，我不能当这个女生幸福？你之前应该也一定有交过女朋友。有啊有啊。那哦，我这么帅，你们帮帮忙哦。哎，上进吧。对下交，对下交。那为什么？很帅，他很帅，他很帅。会分开的关系是？因为我的要求很高啊。所谓的要求高，要求就是我要的是两个字，智慧啦。嗯，哎，那智慧它的范围包含的非常广，这 range 就很广啦，哎，因人而异啊。对对对 对, 对，那以你的观点来说呢？以我的观点，好，今天我要求智慧，嗯，但是智慧这种东西跟年龄是成正比，嗯，哦，它是成正比，但是我又要少女的肉体，那就冲突了。对对，哎呀，那你怎么去找呢？哎，或许之前会找的，然后为什么不交女朋友？是一次一次，我觉得我都放在心里面，就是我觉得我，因为我都是玩真的，嗯，哎，我从来没有玩过假的，嗯，啊，所以一次一次，我觉得，哎，我再几次下去，我可能会受不了，嗯，哎，那我要不然我就先暂停这样，嗯，要不然就是宁缺毋滥。但是我们两个都归建之后，嗯，归建就是他回到他的床，我回到我的床，嗯，我有写信过给他，但是啊，以后我感觉讲，伊阵足感动的，因为伊阵伊当尊定伊感觉无朋友，他就呈现他好像那时候呈现快崩溃的一种心态。一公里接到我一定会流目屎，我不知道啊，因为我在我的船上，我嘛足艰苦的啊。嗯。哎呀，啊，所以我是借由书信咧抒发，啊，我想着这个朋友，我也想要请配合伊安尼。嗯。然后到我们退伍之后，我才知道说那时候好有一阵子你得病啊。也有发生兵变的时候。